新舞台，巨星的摇篮。现在总算到了我们儿童组挑战者的表演，一起来欣赏杜美欣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《码头姑娘》，掌声欢迎。
又骗我了，说好今天要出去玩的，就突然说不能出门。我这病明明就已经好了啊，明明说好今天要带我去阿里山的。
咻咻咻，爸爸来打猎了。今天森林里出现了一只好大好大的山猪，爸爸的弓箭准准命中山猪的脚，山猪好生气，他冲了过来，用力把爸爸撞倒了。回家后，小女儿莎莎不眠不休地照顾爸爸，但是爸爸的身体总是好痛好痛，帮爸爸擦药、喝汤都没有用。躺在床上好多天好多夜，爸爸的病都好不起来，莎莎难过的睡不着了。她决定要出门寻找治好爸爸的方法。莎莎翻山越岭，到了丰饶神的宫殿。丰饶神的宫殿是一座金色的大房子，在森林的正中央，大门就开着，只要是森林的居民都可以自己进去。莎莎说，求求你治好我爸爸的病。丰饶神说，这是一种神奇的花，只要它盛开，再严重的病痛都会痊愈哦。丰饶神给了莎莎一颗种子，但是你得用最珍贵的东西灌溉它，丰饶神说。莎莎心想，爸爸有说过，全世界最珍贵的神水就在天空树上。莎莎启程了，她走出丰饶神的宫殿，她来到小森林，一路向前。
怎么会？神水竟然早就已经干掉了，没有最珍贵的水，就没有办法让花开了。爸爸不忍心看莎莎这么难过，把她叫来床边，告诉她：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爸爸只是要睡着了。只要你好好的，爸爸什么都不怕。莎莎难过的哭了，她的眼泪滴在泥土上，渐渐的，土里冒出嫩芽，嫩芽长出枝叶，枝叶开出花苞，花苞绽放成一朵美丽的郁金香。原来，女儿就是她最珍贵的东西。爸爸的病好了，为了感谢丰饶神，父女两人一起把花种到土里，
山坡上开了好多好多的郁金香，丰饶神也好开心。从此以后，莎莎和爸爸一起照顾这片花海，永远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。